今天要上两楼，整一个大熊交接。我丈母娘都来了，喊丈母娘弄来处理去。我要开去为上两周准备了，还有些棒棒啊这些该从我整理，我去看一下。老妈，快点快点，来来来，要得，做交接。二爷喊五婶帮你带着一下嘛。要得。然后四婶说扯二扯四，结果给他卖布的时候商量要三成多，老妈就扯三成多。十三门每个本翻不一样的月份啊，每一个月啊，一个月只本了的。好，要得来翻去。啊，翻了我等着嘛，等着。别翻错了。不得开玩笑。十月。好，来月齐了。现在客厅的楼墙已经全部安齐了，二嘛，客厅还安得高些。三米五，说是三米六，我刚才三米五说错了，好高嘛。高的好处就是吊顶之后哈，整个人看上去不会压抑。后头来定结啊，把龙骨定了。正月在底下。那你走底下了？嗯，那重新磕过就是噻。底下啊。后头呢？后头来这个。为啥子？只要钉子要不低啊？二楼是最好。你还没看到过哈？没有。那钉子。那四楼人屋头新房子都是像那么整的。哥。嗯。我这没看到过。你为什么没修过房子？第一回修房子还是要见识一些新鲜的东西。这里头还敢包点进去？26颗。要定圈，然后有些呢包在了里头。好嘛，一切准备就绪，等会儿等到了时间了就开始上吊。不能吊吊也上，不到吊杆差不多半途。老子晓得哈，你要干啥？那都半途了。老子现在时间马上开始到了，准备把梁绑好拉上去就开始安了，上梁了，抬起。你站弄在有的嘞，你那不说的吗？这儿嘛，车子不行了，好吧，不了，车子整一下，你就拉嘛，去拉拉拉拉嘛，拉，不是同时走的，对，嗯，喽，雪山娃的房子终于大功告成了。我要啥叫啥子？来，师傅，来，红包挣钱，快点，黄生，快点，来，今天是大吉大利的，大家都发财。那个是不是我耍大吉？哎，这就啥意思？拿老的，我先。妈的，这几把枪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去别的了哈。妈，跟大门走了两百米。两百多个人去哦，来嘛，来拿个。然后我们还拿什么还没弄过来啊？啊？我意思就两三个人。抓啥子？还没拿抓的吧？来哦，丢上两把了，快点，珊珊来接喽，接喽接喽。快点快点，哎，师妹，来嘛。人家丢远点嘛，来，慢慢的还有，放个火盆庆祝一下。多少点了呢？这个饭没开了。四根一起点嘛呗。不是的，这都把它串起来。不是的，这又点了，我这一次来点到喽。来，师傅，
红包哟。哎，来来来，大吉大利呢，高兴高兴嘞，我老妹儿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大家都发财，大家都发财哈。对，哎呀，恭喜发财，大家都发财，大家发财，大家发财。来，小妹儿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拿个红包，哎，老妈，来拿个红包。绵羊，绵羊，来来来。大吉大利，今天好，我这儿猜的。来一会儿发个红包给你。恭喜发财。哎，乖乖。来，等你还是得一个噻，快点。对吗？大家都发财啊！要把财朝屋头扫。来，哎，师妹儿，来来来，红包红包，快点快快快，来来来来，红包拿来。二生的媳妇呢，200个狮子。你拿那个打开哦，对头。恭喜！他烤一下又粉，今天的啦。这个表情我跟你说。拜祭拜祭，这是砖头和心子。来，山西师傅来坐去了。哎，师傅，该吃饭喽，吃饭喽。好，饭出来，饭出又干。来，团结团结。可以，喝点饮料。来哦。辛苦辛苦。师傅，你辛苦喽。师傅，你撇了点哈。没有整些啥子。我家。终于上梁了。妈妈妈妈你坐啊。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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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